啊，我会经常喜欢看那种超级英雄啊那种片儿，然后我呢就很贪心，我所有看到的超能力我都想拥有，对，都会自己想象在拥有这个超能力在某个场景是什么样子，什么飞翔啊，然后瞬间移动啊，然后刚刚说的任意门这种，然后我前段时间刚看到一个特别冷门的超能力，就是你拥有幸运能力，就所有的事情到你这儿都会偏向你，就特别特别幸运，对，哇，这个我觉得也很美厉妙，害，把你厉害的，这个很厉害，这很棒，这个好，这个等于一个你一合，就是多能合一，对，对，多能合一叫幸运能力，就这个很厉害，幸运能力，真我正。的话呢。